在那之前，嘉玲，我还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我们的那个人形牌；第二，那个矿泉水，两瓶。是不是觉得我很能喝？一个路演两个小时，要干两瓶水。这是哪里？这是广州天河区的美林天地。我们直播已经提前打开了，我们的路演大概在7点钟左右就会开始啦，很快啦。今天天很热，难得还能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出来看路演，就热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下午做造型的时候，坐在家里头，那个头发被汗打湿了，又烘干，打湿了又烘干，湿了又干，湿了又干。等一下，我们这个道具到位以后，就准备开始，放一个 BGM 先。关麦的。不用关麦，不用关。我来个。不用关。浙江下了一天，可凉快了。广州今天吧，说是要下雨。晚上那会儿，下午到晚上没见一滴雨，热得要命。噔噔噔噔噔噔噔，人们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喜欢用分数决定人生。找到了吗？谁又想不懂平凡的过一生，可手里只有普通剧本。大家看路演的时候，第一给你们一个这个友好的建议啊，因为因音响的正前方一定是听着最舒服的地方，就是音响的正对的地方是音频听起来耳朵听起来最舒服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找这个音响正对的地方位置去站。然后呢，这个这么大，我说我能喝也不是这么能喝，放这就好，放这就好。需要两瓶，确实需要两瓶。这是人形牌吗？这是人形牌吗？这不是海报吗？放后面吧，就是放在我那个手能够到的地方。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说要快乐，却没告诉我方法。成长的教会我，失败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今天这个我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手上的是一些任务卡，一些小道具啊，抽奖的卡片。在我们这个场上，虽然是路演，我自己准备了很多现成的歌，但是我们现场的朋友是可以点歌的。那么点歌，这么多人都想点歌，谁来点呢？怎么点呢？来我的手上抽取一张卡片，完成卡片里的任务就可以点歌。放心，这个任务绝对不是让你去买一个苹果手机，让你去买一个跑车，不存在啊。我们这个是那个零消费任务卡，所以一会儿我们到点歌环节的时候，大家想点歌的就可以勇敢的上来抽取一张卡片。距离上次路演已经基本上两个月了，快两个月没有路演过了。这个路演的环节我有点生了。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啊？很想我，我这不就来了吗？是很久没来美林了，上一场路演是在保利那边，然后也是两个月之前了。美林这边确实是很少，就是已经很久没过来了，所以这次来这边还挺开心的。然后也带来一些好玩的东西。那个还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于闪闪，我们 YY 直播的金牌主播。金牌，什么是金牌主播呢？就是金灿灿。这是金灿灿的主播，我是我们 YY 的这个金牌主播，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抖音账号叫做鱼闪闪 bling，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那个在下不才，区区600多万粉丝罢了。没有关注我们的账号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那个会经常的去更新一些音乐作品，包括我们这个路演的这个视频片段都会上传到我们的抖音账号上去。然后。
美玲在哪里呢？在广州。也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讲一声，我们现在这个路演大概是晚上7点到9点在广州天河区的美玲天地西座这边。如果说是在广州本地的想来看现场的，一个小时之内还赶得上看后半场，如果是外地的话你就搁直播间待着吧。谢谢坚姐的豪华，欢迎悟空哥。哦对了，那叫是嘉宾的是吧？嘉宾的先给那个他们拿着呢，先给若琳吧。首先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人也还挺多的，但是还好在可控范围内，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所以在来的路上呢我给大家订了150杯的冰饮。那个咱们找几个大汉呢过去拿一下，找若琳抬一下，把这个饮料先给大家发一发，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我来之前我基本上不喝冰的，我这个人贼拉养生，就是从来没有点过那个去冰以上去冰以下的这个冰度，今天我都喝了个全冰，确实太热了，所以来的路上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冰饮，咱们先精神与身体都先爽上，然后再听歌再开始这个路演啊。啊，我这个麦没有电吗？放哪里？放大家手上。这个没电了是吗？坏了。平凡的过一生，可手里只有普通剧本，苦书还没发芽就被逼着要开花，妈妈说要快乐。其他人也帮帮忙呢，把我们的饮料发一下。是你还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谁说要逆着风才算飞翔，孤独的路上还要走很长。咱们站到圈外去啊，站到圈外，圈外没有了是吗？吸管呢？谁这么恶毒啊，给茶不给管啊。这个袋子拿走，袋子清理出去。还有管吗？去给人给人小孩没管。谁没有管？发完了吗？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大家这么辛苦站在这里听我们唱歌。对吧，说实话我们这个素材，虽然你们是来听歌的我是来唱歌的，但是我们这个视频素材呀没有你们这个人形这个墙它还真拍不出那个效果。那个发完了吗？这边怎么没有呢？啊，这边也没有啊。人呢？他们人都去哪里了？哦，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能不能拿一部分到我们场内来发呀？能不能剩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发？这边还有一些坚守在第一排不舍得丢了这个第一排绝佳粮位的人坐在这边拿不到饮料。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我们尽量把那个饮料拿到内场来发好不好，拿到这边来。慢点慢点啊，注意安全。啊，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牌，放这儿就好，放鲜花上就好。天气很热吧？是的。好，我已经看见有几个小哥们儿路过的时候看见，哎，这儿好像发奶茶，我拿了奶茶顺手就走了。哪个天才在外头发奶茶的呀？然后刚才介绍到哪里了，说我们还有一个抖音账号也叫鱼神闪不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鱼神闪这个账号，关注一下，快手也有。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天很热，或者说我第一次来看路演，我没有经验，我连那个小马扎都没有，他们前面还有人坐着呢，我没有板凳，但是我也想坐着看，怎么办呢？可以下载一个 YY 直播，就是对于我们平时不怎么看直播、不怎么看娱乐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一个赛道，YY 直播。但是对于打游戏的80、90后来说，它一点都不陌生。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YY 直播，字母 Y 啊 ，YY 直播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路演2个小时。接下来我们的路演就准备开始喽。今天第一首歌还是带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歌，这首歌叫做《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为什么本来带了这首歌呢？因为本来我想象中的是大家手上拿着奶茶啊，你们闪闪，你这个路演的热情我知道了，我也感觉到了，现在我看着感觉到的也没几个人。喂 OK。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有多么的重要。你的痛苦，我陪你煎熬。谁让我爱你到无可救药？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主角。你的幸福是我的荣耀，我会陪。剩下心疼，怀里伤心人的味道，你的不安我全都知道。夜色太冷，太多的不安稳，有些事其实不必问，只想能多陪你一秒，整颗心早被你掏了。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主角。你的痛苦我陪你煎熬，谁让我爱你到无可救药。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主角。你的幸福是我的荣耀，我会陪太冷，太多的不安稳，有些事其实不必问，只想能多陪你一秒，整颗心早被你掏了。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有多么的重要。你的痛苦我陪你煎熬，谁让我爱你到无可救药。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主角。你的幸福是我的荣耀，我会陪你一直到老。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有多么的重要。你的痛苦我陪你煎熬，谁让我爱你到无可救药。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在我心中你永远都是主角。你的幸福是我的荣耀，我会陪你一直到看到了好多熟悉的脸，还是我们熟悉的氛围啊。欢迎威娃，这首歌呢叫做《让你知道，更让你感觉到》。
接下来第二首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了，前阵子都很爱听，叫做《最后一夜》。几个月不见，不知道听起来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四个音响都有声音吗？都有是吧？确定一下，我们四边都能听得到哈，音响都有声音。好嘞，感谢想念哥啊，谢谢想念哥。接下来这首歌还是比较冷门的一首歌，但我觉得它超拽的。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拽爷，所以把这首歌还是带来了。这首歌叫《巴黎二十三号》。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你一听就会觉得这首歌，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听上那么两遍，今天公司我就是老板。
出门之前天上那么两遍，出门我就是最靓的仔。这首歌叫《巴黎二十三号》，我们听一下。Mandy 老师，我的音响的那个音乐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 ？Mandy 老师，这个全民 K 歌的话会有点小。OK， 大点。真的睡不着，一个人的城堡总有点枯燥，你一在笑、想着拉着你奔跑，一起穿棉袍，一直在睡觉被老师颠倒，你是我唯一的上扬，想说句我爱你，这三字不会过期，如果别急啊，姐姐一会儿还你的。美丽的晚上，我不停寻找，孤单寂寞又都来打扰，打扰打扰，被时间追着跑。你说，你说，你说，这瓶毒药我已经喝掉，不可救药的我就要死掉，掉掉掉。No no no， 想说句我爱你，这三字不会过期。如果可以，我想送给你整个吧。好听，但是这首歌它并不长。接下来我们到一个很有趣的点歌环节，美丽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个欢乐的 BGM。好，来一点啊！有没有人想点歌的？来我这里抽一张卡片就可以哦。这么着急啊？不是，这个卡片不是很容易完成哦。有的很容易，有的还是有点难度的。来抽一张。等等，不着急，一个一个来，来看看，稍等稍等，一个一个来。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难的，被他抽到了。咱们先回去，一手一手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先到圈外。来，要不你自己来念给大家说这是什么吧。含着水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会唱吗？我其实没听过这首。有没有人会唱的？教他一下，就两句，现场教会了。有人会唱吗？有吗？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记住了吗？尽量。真的不会这是？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准备两瓶水了吧？喂。回去等要找琪琪了。不是为了琪琪啊。记住怎么唱的吗？
1、2、3，黄土高坡，高峰红火红，星光。没听出来是唱的，但是每个字儿确实都听到了。这瓶水送你啦，把那个卡片也送你了。歌还没点呢，你好像专门上来干活的。小美满，小美满啊。OK， 好。小美满，很甜的一首歌。等一下，伴奏需要转一下，来喽。对不起，网络有点慢，伴奏还没到。我说实话，咱们这个 WiFi 还不如我的热点呢。要不我连我的热点吧，转不动。我重连一下热点。好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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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那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它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犹如疲惫的眼睛。心上一秒。
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你记不住歌词儿，眼睛光往平板上瞟。来，有请我们下一位抽卡勇士。有没有下位朋友想点歌的？你们刚才黄土高坡吓着你们了是吗？洗个牌。你的眼睛冲。看看。闪闪举牌一首歌。啊，为闪闪举牌一首歌。来，是这样的。平时会社恐吗？啊。会社恐吗？没有没有。没有是吧？太好了。是这样。你首先你要点什么歌？我要点唐太宗李世民的那个主题曲。唐太宗李世民呢，那时候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歌名叫啥你知道不？歌名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知道是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有人知道吗？嗯，国色天香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歌名我不记得，我记得那个叫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你知道是吗？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爱美人。不是，多管闲事。想不起来，要不咱们就换一首呢？那首歌好听啊。今天就一定想听这首歌是吧？那江山美人。那首歌好像就叫江山美人。就叫江山美人。好，听一下试试。你试试。我得看我听一下会不会唱好不好。江山美人。搜唐太宗李世民也能搜出来是吧？也能搜得出来。唐太宗李世民主题曲是不？对对，主题曲。爱不释手。啊，对对，爱不释手。大哥是对的，哎，就是这首歌，这歌我得会唱啊！我先听听啊，哥，听着，你先别跑，我听两嘴的。我大概了解了，是这样，这个大哥的任务卡呢是为我举牌一首歌，也就是说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得全程举着这个牌子站我边上。那我拍不到啊。你可以把手机交给他们让他们帮忙拍。你看这拍的你还入镜了呢，是不是很有意义？来，那个交给他们都行，前排这些都对，给他是不是找一个会拍照的，不要交给那个黑色花里衣服的，他拍得很丑。你可以找个好的角度啊。请找
送给您，辛苦啦。我找一下这首歌的伴奏啊，爱不释手。我第一回听，也是第一回唱，我要是唱的不好的话你别骂我。元气满满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李梦颖，长得非常漂亮。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听说梦颖，那个梅老师，喂，梅老师可听得到吗？哦，可以，听得吗？ Okay. 嗯，好。然后那个，首先欢迎一下梦颖到我们的录演现场来做嘉宾。谢谢。在来之前，梦颖跟我说，我真的很社恐，我真的很害怕人群，所以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个，向后看。谢谢了，我的妈呀！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我们第一首唱首粤语歌啊，《喜欢你》，喜欢你。嗯，平时习惯用这个 K 歌吗？可以，它升降调比较方便啊。哦，对，可以。然后你可以自己找这个版本啊，这应该是第一个吧？这个，嗯。好，然后第二首歌的话，我可能去换衣服就得有请你自己来。你要走了吗？对，不然呢？你唱歌的时候我在边上抢镜是吗？啊。怕。好，来，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的梦颖。好，谢谢珊珊，珊珊辛苦，你去休息一下。嗯。然后那个，欢迎大家，我是第一次路演，非常的紧张，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喜欢你》。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还有我们的YY 直播间，房号是3131。谢谢，等一下啊，怎么重新放？喜欢你，有会唱的朋友吗？一首粤语歌 ，Beyond 的《喜欢你》。
没声音。感谢大家给我的鼓励，我其实很紧张，因为我是有点标准的 I 人，然后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刚跟我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逆战》，《逆战》这首歌听说小朋友都比较会唱，哎，我们有没有会唱《逆战》的小朋友？待会一起唱好不好？我倒是不清楚，但是就这么多是吗？等我找个伴奏啊。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的立场。哎，在战胜烈火。好，来，接下来这首《逆战》送给大家，谢谢。会唱吗？在这个风。
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将来到，热血逆流向，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哦、Come on， 逆着来耶，王牌要狂野，冲到宇宙摆平世界。哦，逆着来耶，王牌要狂野，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城市，张扬我的声势，看着潮龙站在。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将来到，热血逆流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yeah。逆着来耶，王牌要发泄，闯到宇宙摆平世界。哦，逆着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潮龙站在夜，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化解对手力量，熊熊着我再出发，逆着来耶，王牌要狂野，闯到宇宙摆平世界。哦，逆着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潮流谢谢大家，我的第一次路演送给大家，谢谢。辛苦梦莹，欢迎我们的主角登场。注意安全，我在外面听你唱歌，好好听啊、哦！辛苦，他的唱功好顶哦，是不是？谢谢，感谢大家，是不是很好听？溜了，悄悄的就溜了。你说什么？还能点歌吗？等会儿，还有，别急。来，接下来这首歌。好，接下来这首歌呢？看我换了衣服就知道我要唱什么风格的歌了。哎，哼出来了。等一下啊，找一下伴奏。等一下。
可以多干干活儿，给身边的人扇扇风。哎，看下一首歌，你们应该都爱听。天气很热，但是该激情还是要激情。这首歌我不说什么，我希望旋律响的时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歌。聪明，给他一个抱枕。待会儿的，待会儿的。我曾和生命来对爱，为明朝海角花盛开。谁把月亮挂天上，照得像说的话。柳城台，柳城台。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着真爱，像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不等三更过天宵，麝香夫人赶月归来，她把日光画心上，照得漆黑的夜亮堂堂，亮堂堂。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到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着尘埃，像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破梦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的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又不寂寞，你来过变化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破梦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又不寂寞，你来过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刚才还没看到你们几个呢，刚下班吧。感谢曼哥，曼哥在人群里哪儿呢？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
全部掉落。带大家凉快一下，接下来这首歌，嗯，哦哦，好的好的，接下来这首歌你们听了一定会觉得更加热血，当然啊，他没有上一首歌你们那么熟悉，这首歌叫《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伦敦玛丽莲买了奇葩色妈妈，莫斯科的肤色金，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文化。多少年我们卷着舌头学，皮想去乳的迷幻，皮名字的肥名字，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盼望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河，河过河要渡河，渡河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我唱错了，找了半天找不到。纽约苏珊娜开了个长风浪之 bar， 柏林来的沃夫冈的父亲配着电吉他，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会看到卷着舌头学，披上巨乳的变化，走走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扁担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盼望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河，鹅过河要河渡河。全世界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泡泡镜咋的了？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嗓子了，不喷了，不喷了，不要对着我喷。凉快了吗？凉快。感谢屈原哥的卷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一次。这首歌前面不知道怎么唱着唱着就跟伴奏对不上了。来，泡泡机。喂，怎么样？是泡泡的鱼，哈哈。谢谢我奇亚，接下来这首歌还是一首国风歌，叫《堕》。我喝口水呀、啊。
我说我嘴里都是泡泡味儿，你们信吗？要不他先吧，他从第一首歌就开始着急。来，等一下，起一下牌，弄一个，慢点，慢点。啊？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好，念绕口令，歌块挖筐过宽沟。等等，我先问一下，哪里人啊？本地人。本地人。你心里的人。我如雷贯耳。歌跨光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歌怪狗。怎么这么多狗？你是本地的吗？是你心里的就行了。咦，要点什么歌？SHE 的 Superstar。我以为他要再听一遍中国话。OK OK， 我说本地人念这个绕口令吧，没这么顺口。噔噔噔噔噔 ，Superstar。老歌。小号。小号，小号。
哟，很会嘛，来嘛，大合唱嘛。Superstar。好熟悉呀，好像回到小时候了。笑就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降临。嗓子刚才被泡泡呛着了。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如果我忘了我，请帮忙记得我。一二三，你是你是光，你是唯一的鲜花，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是夜，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咱们后面有几个爱唱的啊，就是下面这个可能发现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唱歌的时候和身边的人格格不入，这边很明显是社恐区，下次想合唱的话站到那边去，那边都是艺人，这边对。然后我们有朋友觉得我也很内向，可是我也想变成像他们那样，往站站，他们就把你同化了。来下一个点歌的勇士在哪里？他后来，让他来吧。Come on， come on， 耶、yeah, ，就是你。闪闪，哎，叫的这么亲热，特意过来看的。是啊。来抽一张，抽一张任务卡呢。来看看背后写什么。好，干得漂亮。来，有请，有请这边来。来，大声告诉大家，你的任务卡是什么？原地转圈一整首。想听什么歌？张杰的《云之语》会吗？什么？《云之语》，张杰的。好像不会。那来一首会的吧，《美人鱼》。
好，我唱美人鱼，你在这里转圈，很好，很公平。在那之前，我们刚才还有一批那个后送到的我们的这个饮料，刚才还有哪些朋友没喝过的？觉得热的不行的，来那个我们这边的朋友帮忙发一下，这边，帮忙发一下。然后若琳把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抱枕给我拿过来。饮料喝吧。嗯，他应该在哪一袋里面会有很多的吸管，好多吸管都放在一个袋子里面着。先把奶茶发完，然后还有吸管，注意安全啊，大家。美人鱼。OK， 没关系，抱枕可以放这边，因为有袋子，外包装袋子，没关系，可以放地上的。对，然后把这个箱子拆走吧，好不好？刚才答应了给人家那个小哥的那个抱枕，好，准备好转圈了吗？准备好了。好，美丽老师放音乐，我的音乐没了。那个黑腹雷是哪里来的音乐啊？不是啊，哎，好的，好的，可以了 ，OK。注意安全啊，慢慢转。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暗语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我围着他转，哦耶，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碎的飘荡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站起来，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暗语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哦耶，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
有人在笑，我说他在笑什么，你回头撞的外派有点晕。难为你了我的哥，先休息吧，先休息，先这主要是这首歌太长了，四分钟。哎，好，听会儿歌。哎呀，笑死了。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血，我也怨你一抬头就看见，你一抬头就看见。大家，然后也辛苦那个转圈的小哥，来那个圈都转了，抱枕。谢谢你。嗯？要不你来演？我看一下，我们的点歌环节还得再等上那么几首歌，后面还有。接下来要有请我们下一位美女嘉宾。九万到了吗？到了，人呢？好，给他转过来，来。等一下，刚才是谁在喊我？是你在喊我吗？是吗？哦，那个就是若琳，拿一下九万的麦克风。这次再来我们路演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特别的仓促，因为我今天录音了，然后就有点迟到了，所以有点抱歉。没关系，只要到，我们都愿意等，是不是？今天要给大家唱什么歌？给大家唱一首看遍世界最后遇见你。歌名虽然有点长，我相信歌名这么长一定很好听。对，那个用 K 歌还是用酷狗？酷狗就有。好，这首歌就是等等，在仓促之间你一定没看到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吧。哇塞，隆重了吧，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看什么？看遍。我闪姐绝对是个体面人，咱就是说体面也不是谁都给，主要是给你。哎，真的对，像刚才那个梦以来我们就没给，是吧？走了。来，好，那把我们的舞台交给九万。好，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虽转身告别去，展开青春之旅豁出去，收起淡离情绪，不必相送，此刻清快回去，轻轻一声再见心别碎，说过了再会定的重聚，亦悄然逃离，记忆中的每天充满乐趣，看遍了世界都不可以比，开心只因我与你，旧日曾陪我有多么凄美，花滚了运气，看遍了世界都不可以比，天高海深只因你是你，只想跟你在一起，纵使分隔亦感激。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首歌？世界怎么今天终须转身告别去，展开青春之旅豁出去，收起难离情绪，不必相送，此刻请快回去，轻轻一声再见心
别细，说过了再会定的重聚，亦孝仍陶醉，有多么趣味，充满乐趣。看遍了世界都不可以比，天高海深偏偏偶遇你，旧日曾陪我有多么凄美，花光了运气，看遍了世界都不可以比，天高海深偏偏偶遇你，只想跟你在一起，纵使分隔亦感激。曾陪我有多么凄美，花光了运气，世界怎么大，还是遇见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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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只想跟你在一起，纵使分隔亦感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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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么凄美，花光了运气，看遍了世界都不可以比，天高海深只因偶遇你，只想跟你在一起，纵使分隔亦感激。那个旗袍环节，对，特别的可惜，因为我一边录音一边在想，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很可惜。好，我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哎呀，我们沈姐来了吗？来了来了。好，来的路上我在爬山。好，山脚下来的啊，来过一下过一下过一下、啊、谢谢谢谢大家。我也可以唱，啊、大哥你还唱吗？啊没有啊。哎呀，感谢 Terry 哥， Terry 哥都来了今天这个。哎，哇，今天对呀，今天这个路演的事情传得这么开吗？嗯，感谢 Terry 哥，谢谢大哥。对，尤其是酒吧上来这帮人，哇，就是爱唱爱听粤语歌是吗？都大家都很喜欢万姐啊。然后接下来我们那个是谁问的他还唱吗？这个小哥哥。好，你告诉他你还唱不唱？你还唱吗？你还唱？我还唱。还有声吗？这个麦克我怎么听不到他麦克的声音？ 有吗？有有有。你们听得有吗？好，有的哈。 OK， 好的，接下来我要跟万姐合唱一首歌。耶、yeah, 我们昨天排过的。你就不能说咱俩没排过吗？没排过万一唱差了他们说啊没排过、啊、包容一下。我们就排了一遍。嗯，这首歌叫做《被动》，还得是我太实诚了。好、哦，嗯，好、哦、，OK。哥，给我们拍好看一点，我们剪剪素材。相信这个摄影大哥都是牛的。日子一天天怎么的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我的爱不再
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怎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任由。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慢慢飞走，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因我的爱不再为你挥霍，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反应这么得劲，要不要再唱一首？好，我也好好，你们想听什么？唱得很开心。他说想听你唱人生何处不相逢，你会吗？我会，咱俩一起合唱。我不会。你们还想听什么？选点点合唱的好不好？我觉得我们配合真的很默契。什么啊？他不会，我不会。我听沈姐唱过，但是我还有吗？想听什么歌？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万物生吧。啊，可以，万物生，最近蛮火的哈。退后两步。OK。这不是看歌词吗？Okay, 好，好。谁先？你先，好吧？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是几号麦克。三号。Okay. 魅力老师，我的是3号麦克，没错吧 ？OK。
写写歌的狗，他本来就高，来我写歌的狗。先 OK。没事，还没开始。前奏这么长吗？对，前奏很长的。OK。啊，既然你重新调，你重新拉了一个伴奏出来，前奏出来，你给大家转几个圈吧。祝杨轩好，今天是第二个被转晕的人了，真的被震晕呀，好像没跟上，重来吧。好，你来转。江湖主打一个有重心，但是我个有点不够啊，我适应不了啊，兄弟们。今天主打一个转圈场是吧？不行，真的会晕，真的会晕。我刚刚转多了，晕。还行，还行。是晕哈。晕，真的晕。关键到底在哪儿进哪儿？这个前奏。没亮，还没亮，再找。带着他的歌词跟伴奏不对吗？从前冬天冷呀沙，肯定不对，不对不对，放一个伴奏，这个伴奏不对。是的，这个伴奏怎么？那么现在谁转呢？问题来了，摄影师转怎么样？来，这样吧，哥，这样你这样围着我们俩转，行不行？大圈围着我俩转一个前奏。你上，看到了，你上，这不工作立马就来了吗？从天而降，活来了，活来了，来活了，家人们。我感觉这个伴奏是对的哈，对，这个对。从前冬天早呀，早了。
得这儿有段前奏，有段前奏，来接着转吧。咱俩跳 Tango 行不行？我不会呀。你是男的，我是女。我是男的，好，我是男的，我是男的。你是男的。之前你这个圈儿。我看见山鹰。闪姐的邀请，我非常的开心，玩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吗？真的很开心。下次还来吗？来，怎么能不来呢？我每次是你说的哦，必来。对，你要是下次我们请你不来的话，他们去直播间冲你哦。好，好，好，来辛苦我们的九万。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九万的直播间啊 ，ID ID ID 宝儿。ID 8534。嗯。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九万姐姐。嗯，好的。这是你的手机吗？好，路演给我送手机来了。演完手机不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神圣的点歌环节。来，刚才这哥们儿等了好久了啊，抽一张。好，手拉手。等等等等，来跟大家念一遍。和身边的观众手拉手，举起手听歌。有没有愿意的？有没有愿意的？我愿意。这张卡可以带走了。想听什么歌？其实本来我不知道点啥的，但刚刚看到那个大哥这么点法的话，所以我才想上来点一首，可以吗？点一首什么？一首你唱过的，就是《华夏不停转》，你唱过片段的。但是我之前在美林天地也点过，当时你说你已经不会唱了，因为我只会唱片段啊。那现在能唱吗？也不能。那就月光吧，月光吧。月光，胡彦斌的吗？对对，没错。是这样啊，你俩要这样，来来来个小姐姐呢，我给他俩示范一下，来个小姐姐帮我一下。来吧，来个小姐姐，我给她，对对对，是跟他们示范一下。来，是这样啊，不是站在观众，不是站在这里，是站在观众席，然后手拉着手，像这个月光啊，就是跟着节奏这样子，这样啊，一整首啊，好，摄像师老师拍他们的时候注意重点拍表情，好，谢谢你，月光。我的水呢？找一下水。升一下调，等一下。谁能称王？跨起
今天这场路演吧，小黄哥在不同的方位惊吓我。前半部分坐这里，好，后半部分坐这里了。这个耳返，那个耳机刚才勾着我了，然后我就总觉得好像后面有人拉我衣服，金山真的。哦，谢谢谢谢，粉蓝玫瑰呀，漂亮。你俩手举得累吗？不累是不是？嗯，好，来，有请下一位想点歌的勇士，看见有没有？他已经来好多次了，老油条，有没有？来，这个白衣服戴眼镜的小哥，来，抽一张呢，任务卡，来，大声的念出卡片上的内容。老板，我要加班。不是，要大声喊。老板，我要加。不是，我的意思是先读出内容我们再干活。大声喊，老板，我要加班，我爱工作，你安排给我的工作太少了，不够做。拍下来，拍下发朋友圈。带手机了吗？带手机了吗？带了。他很老实，他说带了。那个手机谁来帮他拍一下，我来帮你拍吧。还是需要我站你边上？需不需要拍你单人的，还是拍我站你边上的？你站我边上。哦，我站你边上是吧？好好好，来，那你可以把手机交给你的卡片呢。好，来，来，预备走。是在对对对对对，直接干活，直接干活。对，全部念一遍吗？对，不是，你念到这里，你按吧，这里念到太少了，不够做。哦。老板，我要加班，我爱工作，你安排给我的工作太少了，不够做。他
拍好了吗？视频哦，视频 OK， 视频，然后发朋友圈。我看着你发，来。看着我发。哈哈。颤颤抖抖的，点开相册。有点紧张。不紧张，别怕。今天发出这个朋友圈，你就算是突破了自我。发这一段吗？啊？发这一段吗？不用，这个已经就发这个视频可以了。答应我，一个小时之内不要删，好吗？不会删，不会删。然后这个卡片送给你了。你怎么只有茶没有管啊？没有管。没有管了吗？他那个包装不太合适，他的包装有的就是好几个袋子的管全部放在同一个袋子，还有管吗？没管人怎么喝呀？场上还有没有跟他一样惨的，有茶没有管的？有吗？有啊，这边还有，哎，还有管吗？还有人没管耶？点什么歌？我可不可以一起唱啊？可以。真的？Mandy 老师再给一个麦克，想一起唱什么歌？那个叫《恋风吉宁》。要不你来唱吧？真的？我可以看着手机唱吗？啊，可以哦，可以、啊、这有歌词，有平板，有歌词的。我要唱错了怎么办？唱错了在座又没有你老板。什么歌？念风，要不你来吧。一般是用这个全民 K 歌可以吗？酷狗 QQ QQ 音乐，我好像没有。全民 K 歌也是可以的，他可以点出伴奏的。什么歌？你搜一下。我进不去调哎。他有升降调的，而且他还有引导。我不是给全民 K 歌打广告啊，但是如果全民 K 歌今天看到的话，来点商务费也是可以的，也点商务合作也是可以的。这个全民 K 歌他前面还可以引导你唱，念风吉你。需要引导一下吗？他这里可以带一下原唱，然后再关掉。需要带吗？带一点点吗？带一点点。原唱的声音是少小一点。原唱的声音小一点，这个做不到，他只能给你开上那么一部分。原唱。有过一天。找到调了吧？关掉了哦。对你的思念有多一点，又念一遍，倒数着你回来的时间，这一刻思念本用迷失在人海里，肩头这时候能无处逃避，这距离无力铺陈，哪怕只此爱意，是想念，是别离，想看看你呀，念着你，随风陪伴每一个夜里。是否你亏欺？穿越了山海，谈真无间，想看看你呀。念着你，随风陪伴每一个夜里，想问问你啊，是否你也在风中盼望着归期，想看看你啊。
念着你，有你的陪伴就有意义。想问问你啊，是否你最初的梦想触手可及？啊，希望你飞向明媚辽阔的天际。他一开始说他找不到调，我以为他是个青铜，开了嗓以后这小子藏了点东西。学过音乐的，学过音乐的，然后你说你找不到调，他演我。那个来这个，你之前自己有就是这个路演唱歌的经验吗？特地来这里了，特地来这里，就是自己不去，自己不演，专门到我的场上演，是吧？特地赶时间来看的。你的嗓音真的挺好的，以后可以就是自己，其实那个小音响啥的也不贵，然后买一个那个音响，然后拿着麦克风到那个十字路口就可以唱。广州还是很包容性很强的，可以多练练自己的嗓音，嗓音很不错。我一般有时间我都会在那个回声里面唱。在哪？回声是软件吗？哦，也不妨碍，还可以拿着音响在天桥底下唱。啊，谢谢你，谢谢。来，这个麦克帮我交给 MIDI 老师，可以先把，可以把那个麦克按底下那个按钮关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带给大家的，愿苍天变了心。如果让我遇见你，而你正当年轻，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如果让你遇见我，而我依然年轻，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如果让我离开你，而你能平静，只愿你放心，也不要你担心。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时空阻隔，岂止长度迢迢，情丝染染，岂止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惹烦恼？本是应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水，忍不住的飘零。本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却无缘再聚，愿苍天变了心。就当作放心，也不要你担心。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
空阻隔，几只长度迢迢，情丝缠绕，前世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惹烦恼。本是应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水任孤独的飘零。本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却无缘再聚远苍天边的心。是谁的哦？谢谢空哥，感谢大哥，下次配合一点这么悲伤的歌。我们唱完以后，唱凤凰传奇的歌的时候，唱完以后，唱这么悲伤的歌，下次就开个玩笑。我看一下还有哪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好听。快，今天是几月几号？6月23，对吧？快到7月7日了。很聪明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好听，叫做《7月7日晴》。大家肯定琢磨说，哎，他前半场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还到处跑，怎么后半场站原地不动了？因为后半场不是我累了啊，不是我唱累了，主要后半场的歌它太悲伤了。我要是唱的《如果让我遇见你，而你正当年轻》，评论区又该骂我了。七月七日晴。突然发现我把歌给声调了。无知之间还藏有你的昨天，一片一片怎么拼接。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忽然变白天，我失去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奇无变，能不见你道别。歌词没背好。
我看着那哥们儿拿着手机对着歌词听歌的时候，我都慌了。嗯，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这首歌你们应该没有听过，但是我唱了好多年，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很好听，让人很难忘，叫做《骗我》。终于还是让我看见你和他牵着手走在我前面，他的侧脸有完美弧线，笑得也比我甜。终于明白什么是欺骗，却发现自尊离我很远，剧情并没有对我眷恋，把我放在陪衬里面。你们好了多长时间，是不是也害怕过被我发现，恨自己对你着魔陷在里面。你解释我都相信，看到只是梦见，骗我你一起在骗，还在偷偷笑我，骗我你一直在骗我，骗我你根本不爱我，干脆让我知道这是真的，伤口是你刺的，是不是也害怕过被我发现，恨自己对你着魔陷在里面。你解释我都相信，看到只是梦见，骗我你一直在骗我，骗我深爱着你的我，像刀子一样把心划破，你转过身还在偷偷笑我，骗我你只学会骗我，骗我你根本不爱我，干脆让我知道这是真的，伤口是你撕的，转过身还在偷偷笑我，骗我你只学会骗我，骗我你根本不爱我，干脆让我知道这是真的，伤口是你刺的，唱的都入心了，差点哭出来了。
公屏上的人说，放心，我绝不骗你。听进去了是吧？这首歌很冷门，都没有听过吧？直播间的就不要说话了，经常在直播间唱，就是大家可能这首歌比较冷门，它其实已经出来很多年了，但是好像一直没怎么有人听，就是我就听了好多年，觉得大家唱的好好哦，歌词也好好。然后严哥说想听我们现场唱《维新》啊，我好像没有带那个就是变速版那个伴奏，要不试试？我找一下，找一下。嘟嘟嘟嘟嘟嘟，这首歌是我们自己的原唱歌，然后直播间有个哥哥说想听我们唱现场，听一下，这首歌叫《维新》，很带劲的。我找一下伴奏。若琳，把我那个安卓手机拿给我吧，这个手机没有电了，看不了那个。慢歌要点歌，慢歌要听什么歌？我从江苏过来，漂洋过海来看你。给他镜头了没有？来，再拍一次，再说一次。漂洋过海来看你。前面那句。我从江苏过来。再讲一句。延误三个小时。不是，我是说你前面后面两句一起讲，一辈子。我从江苏过来看你，漂洋过海来看你。等一下，我把伴奏关掉。我从江苏过来看你，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博士，他是一位文学界的博士，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哥哥。那我们就先来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好嘞。哦，膜碎了。漂洋过海。立马当上小弟了，看大家谁说文凭没有用的。哎哎，怎么海阔天空上了？哎，吓我一跳。是听我唱还是合唱啊，曼哥？你看，兄弟们，你看，之前他在直播间就很勇，说你看着吧，现场我碾压你。到了现场就这么怂的吗？到了现场就这么怂的吗？互联网的勇士，来嘛来嘛，开玩笑，曼哥，来嘛，你放心，我让让你。你跑掉，我救救你。梅迪老师，再给我们一个麦克风。开玩笑，我的功力是一般人能带偏的吗？你不要以为你是博士，你就可以带偏我。哎，那个麦克风找到了吗？好嘞。谢谢谢谢。需要看歌词吗？你要，我不记得。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来，
它总是慢慢的。你不要跑。预备走，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敢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会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望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我看出来了，他们都是闭着耳朵听的，后面的人都长了耳朵。还是我们后面的朋友比较诚实。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笑了又笑，不肯睡去。心中无法抹去。你是不是只会唱前面？你会唱的都被我唱了是吧？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稳，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到这儿吧，到这儿，后面全是重复。辛苦慢哥，不不不不，你再送我一首《声声慢》吧。声声慢是吗？好嘞。辛苦慢哥，没有没有。我们先唱这首《维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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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酷狗。啊，又断了是吗？千万古的记忆，隐藏无数的秘密，是我们追寻的意义，留下存在的痕迹，探索未知领域，坚定和勇气，不曾怀疑，脚踏星辰万里，迎接那道光明。看他冲破所有的陷阱，黑暗他终将会散去，唯有炽热的心点亮黎明，创造了奇迹。
往后的时候会，对，想到你，你们可以从左边或者右边，这边。所谓之领域，坚定和勇气，不曾怀疑。脚踏星辰万里，迎接那道光明。看他冲破所有的陷阱，黑暗它终将会散去。这首歌是我们的一首原唱歌，叫做《维新》，然后也是为一个非常火的小说，什么来着，《踏心》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大家喜欢听这首歌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竖心旁的维，然后心就是那个啪啪啪啪啪。好，接下来我们其实大概我们的路演一般是到9点就要结束了，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加班，然后我就拉着整个团队一块加班。既然还有点再延长他们点时间，我们把这个其他的卡也给抽了，还有3张卡。还有没有勇士想上来点歌的？给曼哥抽一个吧，他点的那个声声慢也得干活。好，来那个念一下卡片里的内容。指出你认为人群里最好看的异性。你除了我，我就知道是你。嗯，对，看了一整场路演了，你个贼眉鼠眼的，这边你看那个。哪个？嗯，看了一整场了，觉得我们人群里最漂亮的异性在哪里？异性都很好看，你也是挺饿。乱花渐欲迷人眼。都很好看，就是不得罪人。都好看。声声慢，这是小礼物吗？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来，我们把它拆开呢。它是一个一个的，还是一包一包的？一袋一袋的。啊，一袋一袋的是吧？哎，有没有那种从头我就站在这儿，我现在都听到这儿了，但是我一个奶茶也没喝过，一个扇子也没拿上，一个抱枕也没有的。有吗？曼哥，啊？啊，我不是说让你，我不是说给你，我的意思是你帮忙发一下。来，举个手啊！从头到尾一直站在这边，还没有拿到礼物的，2个多小时的。声声慢。
语的，有没有人举手说我会唱的？有吗？有吗？有没有说我会唱这首歌粤语部分的？没有的话我就献丑了。沉醉的晚风，寒冷的忧愁，但你心中的破功了。真没有人能唱吗？粤语部分有人能唱吗？啊，来来来来来，哥快来快来，救救我！梦里，梦里分不清多少苦与痛。这国语的吧，下面那一段。不是谁在敲麦克啊？我们这边通通通通通通，跟砸门似的。什么？啊？哦，我还以为是谁在一模一样的声音，对不对？青砖伴瓦漆，一白马踏春泥。山风摇曳，晚霞有你的期许。远处水烟起，一暖烟灼心里。山花遍地，千草在那磨马蹄。哥，您看我扇的风还合适？合适合适，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其实哥后面最后剩一段的时候站在这儿人都傻了，因为后面没我的词了，我是该走呢还是站着呢？我走吧，他在给我扇风，我站这儿吧，没我词了。最后还有两张卡，我们再出最后一张，时间就差不多了。还有没有想点歌的？我看看我看看，那个漂亮小姐姐呢？要来吗？手都举了，怎么还怂了呢？来，二选一，好，翻过来，好，来念一下所有卡片上的所有的字。金闪闪，我要不不不，大声、啊、大声喊金闪闪。什么闪闪？金闪闪。你要不再看看呢？雨闪闪，我要好好打工。我要做你的老公，你好好说。我要好，金闪闪，我我是当场改名了呀。于闪闪，我要好好打工，我要做你的老公，拍下来发朋友圈。带手机了吗？记住了。我说带手机了吗？带了，带了。来，手机呢？来吧。这次念只念这两行就好了啊！我就站你边上。嗯。预备，预备，开拍！金闪闪，我要好。别紧张。雨闪闪，我要好好打工，我要做你的老公。拍下来了吗？要发朋友圈的哦，发朋友圈的哦。还想。还有在结尾之前呢，跟大家讲，大家看到大家有全场都拿手机在拍的，拍的视频发到抖音上的时候可以艾特我过来看，如果好看的话我给你点赞的，然后如果拍的照片的话也可以艾特我，然后还可以发到我的任意的视频的评论区去，让这些来不了我们现场的朋友也看看。我经常就是路演完嘛，就想发个微博发个朋友圈的，可是我自己在演，我自己手机里没有照片，然后我就去评论区找照片，谁拍的好看我就把它发到朋友圈去了。所以大家在现场拍的好看的照片的话可以贴到我的那个抖音的评论区去，然后有拍的视频发出来的话也可以艾特我来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路演就要到这里了，辛苦大家在这里站了接近三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四十分钟，辛苦大家在这里站了这么久看我们的路演。没有下载 YY 直播的朋友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 YY 直播，没有关注我的抖音账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我叫于闪闪不叫金闪闪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鱼神闪不吝，然后把好看的视频和照片贴到我的朋友圈分享给我。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也下播了。